就是那里。哎，美腿哦，很多条腿。三条四条腿。天哪！那种拿菜市场被骂死。十几个呢，所以小时候一条腿，是啊，看得很可爱，可是没人要买。然后我是专门卖炒萝卜。小心哦，别跌倒了。对，姐姐没错，就是那样走。人生老师有练过，别忙碌。那你都怎么卖炒萝卜啊？在活动现场采，然后直接付钱。然后我卖了大概20000多块吧。哇 ！OK 吗？在20000多块之前，我们去文山农场。得罪了方丈，你也哈？摩托车给他用啊！你得罪方丈了，来不及了，真正的说，金价桥都卖。雨伞搭一个野战的，那个旁边挖一挖就是堆。来，各位，那个有看见菜旗哈？那个，哪些可以采？啊，所以不要动啊，所以不要动。班长，你把那个好方丈可以走了，把那个照相机照起来。跟百年樱花合照。方丈可以下来。好，我们写完作业了，可以轻松的玩耍了。你要走侧的哦，斜着一步一步，像那个螃蟹这样子，相机放在后背在后面，相机背在侧边。我们放在后面，包放在后面。一个月薪只要发几十万，就塞给他啦。没有，我们当然不会塞给他。没有，稍微撑一下。不是，他这样走都觉得他要撑。对啊，就是要撑一下，做很多事情。哇，那个。30几个计划，一年有30几个计划在做，就是自己要自己发起的计划，或是我们去跟别人合作的计划，或是受委托的计划，加起来快40。老师，你那后来政大那个后来有毕业吗？政大心理所没有毕业。就说如果你将来有机会的话，其实可以去读环境，如果想要再读的话，读环境之类的。云霄的，这为什么封箱都不用收吗？不用收啊，还在的。有蜜蜂呢？蜜蜂还没来，不要吵人家。现在那些也是很血汗。所以我准备一个，这个蜜蜂自己会来做窝。要条件。看哦。八股一下，这里再拍张照，不要动了，就在这里，就在这里，只有他八股。我们现在终是那个终于写完作业的休息。而且背景是美人山，美人山好赞了。伞收下来。对，同学，伞先收下来。在这边到你这个我要退吗？我要退吗？那边退过去，退过去。没有要。老师，我要退吗？对，都退。好，都退，都退。可以，我伞的柱子。然后我们拍美人山，走，撤退。我们这样没有来的杨和。那边还有两个人呢。林君、雅晨、佳明、后悔。后悔，不是啦，等一下马上就要赶快剖。我们就是在招一些新生。妈妈，一起来，石头上需要你们两个。我们已经去看菜了，你们还在这里。来，我们要招生嘛。不是，我们要让没来的人后悔了。
好，我们在后面，在后面，在这边就好了啦。在后面，在后面，来，你重要，你重要，快去！你要第一个，你要第一个。好，欢迎。你要第一个，第一个。哦，来来，班长哎，班长。要呈现肌肉。肌肉，班长，肌肉，肌肉，你们的肌肉比我大。好，三，我刚已经开了。好，三，二，一，开张。好，来一个，三，那个飞翔，三，二，一，哎，妈妈看这边，看这边 ，OK， 好，这是宣传照，哎，宣传照，好，成功。